好靚喎、啊！喂，唔怕唔怕。當時就好多人企喺度買曬買嘢喎、啊，咁就有兩個人咧，一個後生仔廿零歲，咁就佢哋分別咧就話要買灰鸚鵡，咁就同老細講咧就話要灰鸚鵡啦。咁啊，趁老細唔留意嘅時候咧，就使開佢，揾開佢注意力。咁另外一個著黑色衫嘅喺一個男子咧，就喺嗰邊落手。隔離有其他老闆咧，就聽到之後好憤怒咧，就去追啦。咁一路追嘅時候，追到尾咧，就捉到其中一個咧，就扮買鸚鵡嘅男子啦。咁就但係另外落手抱鸚鵡嗰個人咧，就已經上咗單車就走咗去啦，同埋另一個同黨。另外喺另外一個鋪度偷咗只鵡鵡。個市值係幾多錢？大概係20000多蚊嘅。